你好，我叫魏可欣，我三年以前创造了中国第一个人与人的小信贷网站，叫我开。我们在这三年之内已经帮助了300个中国的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创造他们自己的公司，像养牛养鸡或者开他们自己的一些小的卖部。我们有一个梦想，我们想在这2年之内帮助3000多个客户开始他们自己的公司，但是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我们需要你上网上这个 Facebook 来为我开投票。我们就是跟你的帮助就可以为中国的农民抽200万美金多的小信贷的资金，也支持5000多个就是内蒙古、四川还有中国各个地方的贫困线下的人口。谢谢你的帮助。